跟着要吃铁板烧，来到了士林所熟悉的这边是。烤箱能吃够吗？然后七喜铁板鸡腿会吃得够吗？哦，我也要吃。师傅，那个工作多久啊？现在也没多少，半年多。半年多，半年多手艺就这么好啊？学的不能不止。学有一年多，加起来可能两年多两年多了。我两年多。你是一双巧手哎。其实佛家的经验有很多，但是吃饭嘛，也要靠自己双手。你播了三分钟了，我真的是无言。还有20秒，播了3分20秒，就会很有 view。是啊，完全看不出来它本来是什么东西。对啊，也很厉害了。哇，吃饱了吗？啊？吃饱。吃饱，那这一盘怎么办？啊？这盘吃饱，刚好吃饱，因为我不能吃牛肉嘛，所以吃鱼，吃海鲜。回房间啦！哎，你们这些人都这样子，气耶！对啊，哎，这个不是牛肉哎，这不是三个人一盘吗？一个人把它干掉嘞。没有，但你没有吃牛哎，而且你是团长哎。这个团体里面谁最有义气就看出来。艾莎先绕跑，而且花也绕跑，而且艾莎是点完队一堆。好啦，我万事见了。是一片，你好意思讲？还挑这个一片姜片？你看，以后要禁止他点餐。艾莎怎么回事呢？他就是在点餐的时候看不懂菜单，他说让你好吃全部都来一份，结果呢，在大概四道菜之前，艾莎就说啊不用来了，我吃饱了。然后他就给我上楼了。What happened, 艾莎 ？What happened？ 还好，那一盘是别人。哦。可以把一盘送到后面吗？不过真的好吃的。哎，我说真的，我留一盘自己吃好吗？哇，没关系，吃不完没关系。哇，吃完会不会有100万？把收水就丢到2502了。不会，你整个真的也是像电视冠军吃到最后了。是啊。哦，好，是故意的。哇。吃到饱可以打包吗？真的好久没有觉得这么饱。谢谢各位，要走、哦，太有意气了。我要上去为晚上更好表演做准备，还要上大号。这边是我们千田艾莎小姐所剩下来的东西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：白饭等于没吃，鱼没有碰，新的牛肉还蛮新的，虾子只能2个。等一下把他送到2501，服务员，不如送一盘给他们好了。对，你们肚子饿吗？我饿，我饿，我饿。你们刚吃饱吗？对啊，那你过来吧，谢哥。哇，谢谢。你们什么开演唱会啊？我要去看罗志祥。罗志祥。对。你可以走了，你可以走了，不是我们这一起的。尖叫声。那也就是不久，是吧？罗志祥 OK 了，我们是对好兄弟。有两个房间，一个房间是3个开关，另外一个房间是3个灯泡。那你要进开关的那个房间一次，出来之后再进去3个灯泡的房间，你就要知道哪一个开关是哪一个灯泡的。
哎，那在房间里面看不到，在开关房间看不到灯泡房间吗？看不到。好、哦，我知道，知道了。开关的房间上面有显示是绿色的灯，就是蓝色的灯。不是红绿灯，红绿灯没有关系。他的回答都是那种哎、欸，就是两个人对游戏，他回答都是那一类的。对啊。先关掉，原本是关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先开两个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关另外，就是它会有最暗、最热的、最不热的跟，跟、哦、是吧？聪明哦。Right。